谢谢。怎么样？好喝。那太好了，你喜欢喝，我以后经常给你做。不用了，你学业那么重，再说我自己也会做。我愿意给你做，虽然对你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但只要是为了你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小然，我突然想到我家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花花，花花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周爷爷好，我叫施花花，是师傅让我来找您的。我拼了命的想要靠近你，想要创造我们两个人的回忆。Spice。哎，你叫舒花花对吧？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今天花花你陪我来了呀，我还蛮开心的。嗯，我也是，谢谢你，小然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放松。她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我喜欢她，所以我要给她最好的。会走到一起，没想到但你不用担心，我知道你跟哥哥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会把自己的感情藏好。只要能看着你，哪怕站得很远，我也会满足的。